嘿哟，你好，我是阿元。今天我们就在一个很陌生的地方。你们是觉得我这一个背景很陌生呢？因为这个地方是我第一次来，然后它是一间 homestay。然后为什么我们会在这一间 homestay 呢？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阿元生日啦！哇，生日快乐！哒哒哒哒哒哒。OK， 所以今天呢，就是要庆祝阿旺的生日，所以阿旺租了一间 homestay， 就 for 我们全部人一起可以在这边聚会，一起在那边玩，然后这边有人唱 K 那一些。有啦，只是钱太多，然后花一点钱换一个地方，然后过着一样的生活不了。是不是？我都跟你们讲了啦，阿旺也有钱了。你看他可以整不要重点 OK 没有OK， 今天呢除了要庆祝阿旺的生日以外呢，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目的，就是要庆祝阿旺跟小明恭喜他们突破 100K subscriber。 OK， 小明现在没有到，所以我们就先在那边喊一下先，等一下等小明来了我们再一起跳多一次，所以我现在就先带你们去参观一下自己 homestay 是长什么样子。OK， 首先呢，这一间房间就是主人房哦，虽然它没有很大啦，可是它感觉很舒服、很舒适。然后这一个是去我间看就可以。然后这个是第二间房间，第二间房间就长这个样子的，噔噔噔。然后它也是很小啦，就是这样子一个床放上去就已经满了。但是哦，我很喜欢这个床单，我觉得这个床单很有格调，就是简单到来，然后又很好看，就是四方形这样的床单，然后它是灰色的，隔壁的也是一样，可是隔壁的是白色，我带你们去看一下。那这个就是隔壁的啦，隔壁的就跟那一边的床单是一样的，可是它是白色的，但是我觉得白色也是很美啊，白色跟灰色都很美，所以我觉得以后我的房间可以买这样的床单来放。整个就是很有格调，有没有？简单到来又很有艺术感。OK， 所以这一个房间也是一眼看完了，没有什么东西好看的。然后这一边就是厕所，它的厕所呢也是很小，就是这样子罢了咯，一眼看完也没有什么好看的。然后这一边就有一面镜子，镜子里面就有一个帅哥，看到吗？帅哥，哇，这帅这个。OK， 然后这一边呢就是厨房咯，然后这是吃饭桌。然后目前阿旺已经准备了十人份的炒米粉在这一边，然后我们等一下还会去买炸鸡啊，买披萨啊，买薯条，买一些快餐来，然后还有蛋糕，我们到时候会再庆祝，不是到时候，是等一下会庆祝。然后这一边就是没有什么好看的咯，就是煮啊炉啊，然后洗衣机啊，然后重点来了啦，重头戏 KTV 房间。哎，你要关掉，你要我中 copyright 耶。OK， 首先呢，这个就是 KTV 房间，那我们来开一下灯。哎 ，OK， 然后就是这样喽。然后这一个空间因为有冷气，所以它非常冷。所以你有什么想要讲的吗？所以我觉得我唱那一半进来也打了。OK， 这样你继续，不好意思。OK。所以呢，就是这个 homestay 就这样子一眼看完了咯，它讲大不大，然后它是很舒适的，是非常舒服的，而且也非常的干净。所以我们现在就要等 Benny 啊、小明啊、草泥马啊，然后底下 Findy， 然后 Findy 的姐姐 Jasmine 他们全部都会有来，所以我等一下再拍啦。Yo！其实小明也有分出了，就是小明跟阿旺一起 share 来请我们大家一起吃。你看食物已经到了，这边有炒米粉，有五个大披萨，哇！然后还有什么？
哦，这个是炸鸡，然后这个也是炸鸡，可以薯条哎。你跟你观众去参观了没有？我参观了，我参观了。这样我帮我参观喽。我是专业的。OK， 这样你要做导游嘛？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OK， 所以目前这边呢，就是我们该吃的食物啦，然后买了五份大份的披萨，然后20块麦当劳炸鸡，还有酱大碟的炒米粉。然后我们目前是还没有把所有的东西吃完啊，因为我们等一下怕半夜饿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吃，因为这分量真的是太多了。因为我们原本是预算 Findi 啊，他们全部有过来，结果 Findi 他们就临时有事情不能够来，所以就我们要试买他们的份，也是好啦，因为刚好我最近在增肥嘛，所以我就要一直狂吃，不停的吃，一直吃吃吃吃吃，就对了，吃给他肥长肉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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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好，我再冲凉。没有，没有，这样啊，说是说是，这样轻轻转，它就掉开了。转一下就掉开了，结果不能。然后在里面大便，收心宫的便应该是特别臭的。OK， 现在的时间是晚上11:20，然后该我们已经吃完那个晚餐了。现在大家都好像没有什么东西做，这样。那你看，玩 game 的玩 game。对呀、啊。玩这个 Monster Hunter。打龙打龙。然后这个呢，就在做这字幕的工作。然后这一个呢，就无所事事。然后这一个废柴也是无所事事，然后这一个寿星公今天的主角像一只螃蟹一样在那边睡着觉，好像没有他的事情这样。我觉得我们是时候要吹蛋糕了，要不然过了12点的话就已经不是他生日了，然后吹蛋糕就没有意思了。开开讲，我现在要进去，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 Happy birthday to you， Happy birthday to you， Happy birthday to Hawa， Happy birthday to you。来给花啦！来许愿，吹，3、2、1，吹，吹啊！你的蛋糕来了，我们要吹先，我要跟阿旺一起许愿，来啊！哇，喂，进呢，我老尾睡什么？睡，疲劳睡，笑尾。哇！谁给我？哎，再来啊！他已经许愿了，他已经吹了，在不知不觉中吹掉。快点呢，哟，睡什么觉？深度睡觉。我老伟，哎，我要去吃蛋糕了，起来喽，拍照喽！你看，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人生日啊，生到这样无精打采。蛋糕在我手，一切由我主宰着。OK， 所以我们现在就要拍那个班级照，班级照。
天这个阿旺生日的 vlog 跟他们两个人的 100K subscriber 的庆祝就到这边就是告一段落。对，因为蛋糕也切了，然后也没有什么东西好拍了啦，就是明天睡醒我们就要切二了，所以也没有什么东西好拍了，所以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啦，拜拜原子弹们，我们下集